到这个在古代呢，象征是高考状元第一名金功相向的状元及第的这个匾额。希望呢这个新专辑销售不止开红盘之外呢，萧敬腾做任何事情在音乐上面在生活上面都是冠军啊，都是状元，头好壮壮啊。哦，对，可能那个稍微侧有点压一下，对对对，避免反光。哦，我们真的做得太勤工相向了嘛，吼。虽然这个最近金价在跌啦，可是呢，我们的心力无限啊。好，哎，状元及第，销售冠军，恭喜萧敬腾。其实这个将来的表现呢，越来越亮眼，也期待的2016年年中啊，好射出去，年中的这个全新专辑。不过呢，提到过这次这个新专辑，好像呢，萧敬腾是用一个比较传统的、复古的、比较朴实的方式来完成整张专辑，最真实的状态了。嗯，因为我们用one take， 然后同步录音录影的方式，其实他是在很久以前做音乐，就是用这样最传统的方式去收录音乐家的作品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最自然的方式。对，那希望可以回归到音乐最初的音色，然后对，然后最近最直接的一个传递方式。提到说你这个，你希望把这个音乐呢回归到这个最当初最淳朴最原始的方式之外呢，也希望可以借此吸引鼓励大家再走进唱片行买专辑，对不对？当然当然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地把这个萧敬腾的专属唱片行也搬到了，都不知道唱片行在哪。这对，因为唱片行最近是越来越难找的，真的那些门市昨天越来越少。昨天遇到那个左左右右的爸爸，爸爸，对，左爸，他说现在要去哪里买，他买不到，他说他去一个什么，那个是什么什么。博客来？不是，他是说他实体的去家乐福。家乐福，家乐福，然后没有买到。我也不知道家乐福有没有买。家乐福是有卖一些 CD， 他不知道现在他找不到哦，唱片行在哪里？是哦，我来开一下唱片行。好，开在录音室隔壁嘛，不赚钱，没关系啦，就开给你们来，对对，知道在哪，开给大家爽的嘛。对啊，好啊，至少你们知道唱片行在哪了吧？好哎，那等你喽，等你喽。没有了，我白天上完班，下午去应征员工。你要赞助我吗？员工要赞助。没有啊，如果真的大家愿意，我觉得投资一下，对啊，小事哦。我已经说不赚钱就不是投资。哎呦喂，哎，肖老板你真的很大方哎。好，期待了，期待。那开在我们电台隔壁好了啦 ，Hit FM 唱片行啊。那是 crossover， OK 啊，那电台，那就你们要丢钱进来，好啊，好，一日捐，现场大家丢点钱啊，好，今天有来的都不能够少哈，一个都走不掉啊，好 ，OK， 来，拍个照，把他们的脸都纯正拍下来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没有关系啦。